肖战低调现身机场，行程目的引关注，落地暖心自拍报平安，肖战出发上海，落地暖心自拍报平安。真的好久没有见到新鲜的肖战了，真的是太想他了，终于看到了最新鲜的肖战。肖战机场路透话题也是迅速登上热榜高位，视频里肖战穿着针织毛衣，阔腿拖地浅蓝色的牛仔裤，戴着毛线帽子，搭配耳机和眼镜，简直就是潮流少年的装扮，青春气息溢出了屏幕的感觉。大家都纷纷感慨肖战真的是太会穿了，肖战的穿搭一直就备受关注，很多穿搭博主都对肖战的私服搭配进行过分析解读，无不为肖战时尚感折服，设计师出身就是不一样。粉丝们一边感慨肖战依旧帅气的爆炸的状态，一边表达对他的思念。从五月份进组集训到现在，除了几场必要的商务直播活动和剧集在播时的剧宣采访，真的好久没有见到新鲜的肖战了。此次肖战北京出发前往上海，应该是有商务活动要参加，大家也是纷纷猜测此次行程的具体内容。大帅哥的行程不到官宣都是秘密，神通广大的八卦媒体也都是靠猜。最暖心的是，在当晚23:53的时候，肖战在自己的官方平台发布了两张自拍照，向爱他的粉丝们报备平安抵达。照片中的穿搭正是肖战北京出发的穿搭，出发时拎在手里的米色外套已经穿在身上了。看来凌晨的上海还是比较寒冷的。照片里肖战也是没有做任何的妆造，纯纯素颜的状态，和前一阵子相比感觉清瘦了不少，估计他已经在为新的工作做准备了。粉丝也是纷纷回应肖战的暖心的举动，评论区被各种可爱的表情包刷屏了啊，那评论也是再一次统治了评论区，渐渐有交代，事事有回应，这就是肖战，他真的是把粉丝当成亲人一样的对待。工作室转发的文案下，粉丝们也是纷纷讨粮，想看动态的肖战。大帅哥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，新的工作即将展开，相信很快我们就能接收到大帅哥新的好消息了，也希望我们的大帅哥抽空出来和大家见一面，实在是思念成河，翻滚汹涌啊。